我听说全身沾满了巧克力就可以找到高富帅的男朋友了，我要跳进这个巧克力池子里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咦，这个男人是谁呀？你赶快放我下来，我要收集巧克力。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。哎呀，这里怎么还有这么多男人啊？来来来，快点把我给送过去。我的天啊，还把我扔到了边上，差一点把我给绊倒。我还要继续往前走，这是什么啊？哎呀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我身上的巧克力都去哪了？太可恶了，巧克力都没有了，我该怎么找高富帅啊？还好前面还有更多的巧克力呢。来来来，巧克力我来喽，高富帅小哥哥我来喽，终于到终点了。我的天啊，这也不是高富帅啊，这不是穷光蛋吗？不行不行，我还要再来一次，一定是刚才的巧克力收集的不够多，所以才找到了一个穷光蛋。那个穷光蛋连个巧克力都没有吃到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我的天啊，快看快看，这里有好多的巧克力啊。哎呦我的天啊，怎么又摔倒了？还好巧克力还在，我要多收集一点。我的个妈呀，这个男人把我举得这么高，我都没有收集到巧克力，我还得收集更多的巧克力，我要多沾一点巧克力。快看，马上就到终点了。完了完了，怎么还是这个穷光蛋啊？